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今日要受八关斋戒，那为什么要受八关斋戒呢？每一个佛都因为出家修行，解脱生死，最后成佛，所以佛陀也希望在家菩萨在家人也要有这种的功德，所以就制定了在家居士的出家法，让我们在家居士种下出家的善根。那为什么要出家呢？因为这个世间什么事情都是变化，都是痛苦，就像各位有一个身体生下来就很苦，生病很苦，慢慢老了很苦，死了以后也很苦。虽然各位有钱有厝，有翁有某有子，
好像感觉到有一点点快乐，但事实上爱一个就艰苦一遍，生一个就死一遍。意思是说，释迦牟尼佛要我们，虽然大家努力的赚钱做事，好好的照顾家庭，这有一点点暂时的快乐，暂时的快乐，就像吃糖啊甜甜，吃冰真好安尼。但是这种快乐是变化无常、痛苦的。那佛教的目的是要一个人最后能够不要痛苦。佛教所讲的快乐是没有痛苦才叫快乐。像各位现在坐在那里，身躯都没破病，那个叫快乐。如果你真坐在那里真艰苦，就算你银行有几千万美金也不好。卖艰苦，卖生死轮回，卖生老病死，安尼呢？安尼就快乐。那佛教叫涅槃寂静，所以佛陀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在家居士要去找到修行的根本目的。就是什么？念一下，解脱生死，就是卖痛苦啊，卖痛苦啊。外老母两个月前舍报，在没有舍报以前，当然我也去给他看，伊干那干那讲一句话，卖个艰苦啊，卖个艰苦啊，卖个给我开刀啊，我不爱个住下，就艰苦。我听他讲这句话，哦，这世人就这句话同要紧了。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：“哎，母啊，你才知影我想那要出家，就是不爱艰苦啊，不爱艰苦啊。你即摆嘛知影，卖艰苦，卖艰苦啊，啊、哦，啊，即摆变咯，哦，啊，妈妈，啊，你都爱念阿弥陀佛，才袂艰苦。所以。”我就讲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讲一遍给他听，讲国语、讲台语，话个大细声，惊伊听无。所以因为真要紧啊，伊感觉真艰苦啊。啊，过去伊就爱伊个囝，他很爱我的哥哥，哥哥是情人再情人，这样就爱看到伊的拢袂艰苦。现在看到他也不好啊，就艰苦。这个是一种觉悟。我们世间人就是没有觉悟，虽然肚子稍微疼，但是人对你很好，这样也很快乐、啊、虽然现在没钱、哦、阿母对你不错，这样也快乐。所以只要有一个快乐就不记得艰苦。但是释迦牟尼佛要跟我们说，念一下，诸行无常，所以痛苦；诸法无我，所以空无自性。这个世间一切一切的存在，拢会变，拢会改变，拢会改变，所以就艰苦。这个世间一切一切。拢是假的，幻化的，空的，所以根本就无一个我，那是我的爱情，我的身躯。这点是佛陀要跟咱讲的，但是希望各位来了解，要觉醒，觉醒就是了解真相。所以今日有人提。一亿一亿的美金，讲你卖受不管在界，我一亿给你，我不爱啊！解脱生死较要紧，
一亿给我，来来来，我替你收百官在个。我摕这一亿美金来去老人院、去病院，帮助痛苦的人，安尼使。但是，一天收百官在个，超过你一亿美金，一亿美金是一个欲望、欲望，有靠厝、靠好家，安尼安尼。嘛是爱生老病死足艰苦，所以。我经常去很多地方，人家邀请我们去办法会，有时候都是那些很有钱的大老板，哦，请我们办法会，免费免费。我知影免钱免钱拢有条件的，咩问问伊讲，哦，头家着干净，所以免钱。啊，当然我们会很认真，哦，迄个老板得癌症啊。哦，所以免费要我们来办法会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法会我们叫很认真，希望老板消业障，哎呀啊！所以每天都一直在告诉我们痛苦，痛苦，坐也痛，站也痛，倒的嘛痛，有钱嘛痛，无钱嘛痛，拢在痛，安尼。所以后摆你印名片来写一个。哭不了啊！所以，那么修不管再改。再讲回来，那为什么会痛苦呢？为什么还艰苦呢？第一，造恶业，造恶业就是给伤害别人、伤害众生，都几条，两句白：杀心、偷盗、邪淫、骗人、骂人。饮酒吃毒，无友好父母，你只要去伤害别人，造这个恶业，你就一定会痛苦，一定会痛苦。这点各位要记起来啊、哦。那这个叫业障，恶有恶报，造恶业的痛苦。不再来呢，要解脱痛苦，得安怎呢？来念一下，断除欲望。所以今日袂使化妆、穿水衫、看电影，今日翁阿某动作无相捌。今天夫妻不能一起睡觉，因为今天不能有欲望，因为你有欲望，你就会生死轮回。那佛陀要我们今天就过这样子的生活，没有伤害任何众生，没有欲望，要把酒袂使去看电影。耳孔袂使去听音乐，所以因为人要死嘛，足艰苦。我老母甲我讲，足艰苦，足艰苦安尼。因为我本来我的老母过年前就应该往生了，那一次他不往生，医生说不好啊。但是他还是爱我的哥哥，他还是放不下。结果他又活过来，又活过来就又拖了。被告过的、啊、再来一次痛苦，哎，这摆惊到啊，足艰苦，要来去啊，要去啊。伊甲讲我不爱活，不爱活。我母啊讲，哎，不爱活要死嘛，真困难呢。你要从心里面放下啊，你心里不放下，你辛苦都不好啊，你嘛足艰苦。哎，你要是心里放下，马上就好啊。所以我妈妈说。他愿意去安宁病房，那就代表哦哦，要去啊，呢，不爱住下，不爱加油啊，这个非常好。所以这个时候来谈佛法就很有用。但是如果有一点点欲望，我个想要挖，我个想要看阮囝啊，那伊就阁继续艰苦。敢那车已经歹去啊，四轮剩两轮，阁要开，足歹开车。就像你的身体老了，然后拜了，再背不起来，那我问你了，洗身躯爱别人帮你洗，便所爱别人给你倒尿管，足艰苦。我的爸爸就很放得下，我的老爸要往生前半天，呼呼呼，医生因为无法度去放尿，医生讲、我给你插一个管啊，你就有法度放尿啊，安尼啦，伊甲阮大兄讲，我看我无法度啊，我要去啊。
这样子，过没多久，我甲电话讲吼，爸爸，无问题，我即马咧替你大放心、大发挥，我都转去。即马我叫大兄，甲你塞去西塔、绕佛塔，因为我们电视台，甲你洗洗吼，你一定去天顶哦，天顶足快乐哦，足快乐，甲伊讲安尼。结果我爸爸绕三圈，佫甲伊讲一遍电话，伊就把酒起来啊，就安尼，就超多啊。啊，因为什么？放下，放下。所以各位记得嘛，也就是说，八关斋戒除了叫咱卖去伤害众生，最主要是念一下六根清净，没有欲望，没有起心动念。你若有这种的功德，你就法度超度你的父母，超度。你若有这个功德，你的堕胎胎儿超度，只要你用这个功德给他忏悔，给他回向给他，不是说哦，我给你下百位坑下，你就会超度。所以佛陀说，七改持戒的功德，超过于百千万亿黄金的布施；持戒的功德，超过供养所有三宝。供养百千万亿佛的功德，所以八关斋戒的功德一日一夜超过所有把佛像做成黄金的功德，超过你在这个世界盖一万间寺庙的功德，持戒的功德。所以何况我们持的是解脱的八关斋戒，不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而已，而且断欲望，今天没有男女的欲望，今天没有吃东西的欲望，暗喜别在家啊，今天没有各种的世间的欲望，这样你就不断可以自己证得解脱的因，也可以把这个功德回向冤亲债主啊、众生。所以八关斋戒一天守好，一日一夜就可以。念一下，中品中生极乐世界第五品呢？极乐世界才九品，你一天就有法度跳到第五品呢？但是你今日若个想五戒，不但想八关斋戒，即使能够想五戒，念一下，中品上生极乐世界，马上证阿罗汉。你到了中品上身就怕亏啊，这个洗干你就证阿罗汉，快不快啊？太快了。所以八关斋戒的功德，你要去哪一个世界，你要行天，你要去有殊佛侠，你要去阿弥陀佛，你要去弥勒菩萨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八关斋戒功德大不大？太大了。那我们出家人哇，一辈子守八关斋戒为基本，那福报更大。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看到守戒律的出家人，在我们印尼有很多修南传佛教暗喜龙伯家持戒的那些比丘啊，我你该供用，因为他们持了一辈子的解脱的戒律，功德很大。但是话又讲回来，解脱的功德不如发菩提心的功德，所以佛陀说，诸比的功德超过七界的功德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奉行，各位刚才一来就甘露施施哦，药师烟供，所以我们是只是希望父母超度，来一切众生脱离轮回，往生净土，将来成佛。听有无？听无我阁变一下，怕各位重点都听无啦、所以希望大家发慈悲心、菩提心，为了成佛，为了普度众生，来守八关斋戒。那这样，你有世间的所有福报，
你今天发菩提心，守一天八关斋戒，生生世世投胎做人，一定做皇帝，做最有钱的人的这样。就算你要出家，福报也很大。所以叫一天和尚，一世皇帝的意思了。所以我们老和尚都会跟我们这样讲：你们出家好好修行，发菩提心，出家一天做一世人的皇帝，你可以帮助很多人，用菩提心来受戒。所以那为什么发菩提心功德那么大？什么叫菩提心呢？他的心不是光自己爸爸妈妈，他的心不是自己翁自己母自己囝，他的心是什么？来，整个印尼，整个地球，整个法界，所有众生皆我父母，生死责任皆我责任。而且世间每一个老人的破病拢是你的责任，你足烦恼；每一个囡仔的破病拢你足烦恼的；每一个人无饭食，拢你足艰苦的代志。慈悲不是光在嘴的，慈悲呢，是你感受到他的痛苦。伊那安怎你足烦恼，足烦恼的。所以你从这个经过世间所有众生，逐天若收到你就艰苦，哇，地甲遐尼艰苦。动不了，红台遐尼艰苦，恶鬼道无通啉，无通食，无衫穿，无厝住，足艰苦。那你用这样的心来守八关斋戒，那功德无量，就可以念一下上品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你希望你的阿公阿嬷往生的北部超度上品极乐世界，你用这种的心做功德。回向回，回向了所有的众生。那释迦牟尼佛希望，虽然各位今嘛无出家，但是一个月十斋日十天哦，徛咧菩萨都是一个月三十天，同就十天用菩提心咧过生活。啊，迄天呢去拜佛，去供养出家人，去帮助善车人，去海边，去望阿波，哎，足拍拼。去帮助众生，而且去帮助众生，辛苦自己也会破病，是怎样？发菩提心就要接受别人的痛苦，啊，别人的苦都是我的责任。所以呢，你捧一碗饭要吃，但是对方没饭吃，你还会吃，你还足腰，但是还会吃。这个叫承担众生的痛苦，啊。所以要有这个心去承担你的艰苦，所以你常常会破病的艰苦，但是你感觉真欢喜。你说你的老母要开刀啊，医生说我给你开，你老母就不用开刀，咱要开吗？好，可以开，可以开，只要我老母不要开刀，不要艰苦，所以你的艰苦，你的老母就比较好，那叫做菩萨，伟不伟大？那发菩提心，各位呢，你要有这个心态，你要愿意去承担所有众生的痛苦。所以为什么各位穿海青，我们这个叫什么？来念一下守孝。众生都是北部，众生都在生死，我们穿红黑色的海青来为众生守孝，啊，做头孙做礼孙叫守孝，不是光为自己，也不是光为自己爸爸妈妈，为所有众生。那我想各位住在印尼比较有机会看到可怜的人，因为这边好家跟善车差很多，厝大间跟小间都差很多，比较性看的比较多。就像你去印度，善车人手陀螺一世人都没在做事情，没啥穿，我去看过，他们都没啥穿，他们只有一块布，他们没啥好穿，因为没法度去做事情，人不爱给他赚钱，所以他只有一块布，这块布出去看辛苦，那是阿嬷两个一块布，一个出去，一个要在家，就算巧，啊，所以他们那边很可怜，那边有一些地方的女孩子一生下来就给男人睡觉了，因为24小时都没在穿衣服，然后他陪他睡一点觉，他有饭吃，很可怜。
要人间地狱。各位，你来去遐看卖吼，你再回来看家己，我就好啊，你就可怜。所以他们叫首陀罗。现在他们很多人学佛，因为他们知道因在印度都没地位，那佛陀讲平等，所以他们这样子皈依三宝，但是很可怜，很穷啊。那我们要想想他们的痛苦。那我们现在有一点福报，有一点钱，还有衣服穿，有房子住，我们应该更努力修行，来为他们修行，一方面帮助他们，一方面积极的修行，让自己有福报有智慧，才能够帮助他们。好，那各位了解守八关斋戒的意思啦。站在世间的孝顺，任何的功德都是为了供养父母祖先，这是世间的孝顺。那站在菩提心，两句遍来，众生拢是父母，所以要有这样子的正知正见。所以咱艰苦无要紧，众生艰苦袂使，所以所有的众生父母拢离开痛苦快乐了，咱的生命才会快乐。所以就像妈妈儿子生病，妈妈永远痛苦生病，儿子好了，妈妈病得要死，妈妈无所谓了，囝好就好了。那修行要修这种悲心啊，千万不要修行每天忙着看书打坐，关在山上不管世间人，我这边打坐两阿弥陀佛很快乐，很自私啊。因为很多动物被杀，很多老人在生病，你都不理他，只管自己修行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观音菩萨希望我们每个月十天去帮助受苦的众生，不要忙着打坐修行闭关持咒，那是你平常自己要做的，那是众生最重要最重要啊。所以去为众生念佛，去为众生持咒才有用啊。各位要学这样念，都是为众生啊。像我现在会了，女孩子看到喜欢的男人那个眼睛就好漂亮了。那你要开始学，看了那摩婆揭发地火龙呢？你要一直想，哎呀，那排位我好喜欢他，哇，那堕胎胎儿弄公囝那啦，啊，你要开始学啊。这个你要不学，就算你很背佛经，那把酒看起来拢无感情啊呢，那声音嘛无感情啊，因为你没有用悲心爱心在看人家，在念经念出来的声音哦，歹听。啊，就是人家听了不感动，所以要学念一下观音的眼睛慈不慈悲啊。观音菩萨的眼睛就是看到你就像妈妈爱你，希望你离苦，要学这个啊。一定要，佛法不是光在那边眼睛闭起来，我们那边麦嘎恭维，我们那边啊，那个不是菩萨道啊。所以要希望他要能够真实的离开痛苦，希望他开智慧。嗡阿拉巴扎那提，嗡阿拉巴扎那提，要这样。所以手要去牵他，每一只手都有眼睛要去看他，要去照顾他啊。每一个心都要去为他想啊，就像妈妈抱着小 baby， 哇，就是不舍得放下他，亲亲亲亲亲，亲他好几下啊，要他吃得好。那各位要学菩萨道，一般我们学佛就看到出家人很严肃，很严肃，麦嘎恭维，那以为这个是解脱道，菩萨道不一样。所以为什么要做义工？要很热心，六甲爸不，六啊对后不，啊，那底下个得叫些钱，我欠钱不，安尼啦，不是要跟人家来钱来。所以我师父常说，出给人莫讲偷钱，出给人莫讲偷，出给人些我钱给你，啊，我要帮助你，唔通去不要去设计别人的口袋，千万不要啊，因为呢，那这样就是拿别人的钱来盖自己的寺庙，盖得很大，